不会长这样。为什么要长？因为我，不是你要这样子吗？我这个会播出去哦。我是做了很多努力哦，你看像我女朋友，她前几天帮我缝了一个红内裤，哎呦，然后她在上面还写字哦，小心一点，小心一点。纳豆得金马，第57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纳豆。他在秀的时候你不在对不对？我就坐在他旁边啊。他看你看着他秀的，我就在看电视啊。然后他默默旁边在拿起针线在缝，然后就看到就蛮感动。他蛮厉害，我觉得他现在开始可以接到一些针线的业配。他缝了字居然有充满力量的话，就是、你是不是很擅长把一些小人物的一些那种生活的底层的或什么那种揣摩得很好？就蛮多，我看很多网友说我好像很适合演那个就肥鲁宅啊这种角色。我觉得我有去体会这个角色他的痛苦是什么，或他自卑的地方是什么。你以前从剧场出来嘛，那剧场其实身边这样子的人，生活很辛苦的人其实很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给我很多养分。可是你得失心还蛮重的嘛，对不对？得失重是一定会有的啦，因为我们要演到好电影的机会不多，然后又也碰到这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机会，不一定可以常常出现。像比如说郑仁硕啊，比如说像冠廷，他们一年可以拍很多部戏啊。哦，那我可能因为我有节目的关系，或是有人家就没有找我演戏的关系，所以你的几率比较低。我觉得我几率很低，就是能够入围到得奖那个路比较辛苦。别人，你现在已经达成梦想了，你下一步是什么？男主角。对，就是下一步就是男主角是。其实我当然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被大家稍微看见的话，有机会可以演到更代表自己的作品。你那天跟阿 Ken 两个在台上，其实默契非常的好，那些都是你们自己写好的段子吗？对。今年三月，当疫情来袭，好了。我知道你可能又要讲，因为你今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讲过嘛，你就说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你电影就上了，然后票房就稀累累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了啦，这个很负面，不要一直讲了。而且其实你连初选都没过，都是我们蕊出来的，不是当场骂，因为我怕可能回我拳，所以基本上还是要蕊一下。所以他真的其实从台北电影奖就开始讲那个他的事情，有他，所以他真的是很失望，对不对？没有了，我觉得他很勇敢啦，他在就是他真的是在疫情的时候，然后还是毅然决然，就是那个时候删。他真的很失落，他会不会以后就不再？不会，我觉得他完全不会，因为那个电影其实我跟他聊过，他对他来讲，他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因为自编自导自演真的很难。你会不会涨价？没有，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吧，因为那天楚芳阿姨已经给说他不涨价，我会涨价，为什么要涨？因为我本来就便宜，不是。你要这样子吗？我这个会播出去哦。大概是多少钱？完全不会。我只希望得奖被大家，就还有更多人会相信可以找你演戏，然后入场券给你多几张这样子。对。